金昌，雄踞丝绸古道的工业城市，河西走廊的商路名城。千年文明的孕育，是金昌历久弥新的底气。山川秀美的生态，是金昌风月长新的元气。物阜民丰的美好生活，是金昌辉光日新的生气。协同发展的活力，是金昌焕然一新的大气。古往今来，这座一带一路上的节点城市辉煌依旧，石器文明与工业文明一脉传承，红色文化与林谦文化交相辉映，祖国聂都与紫金花城共同绽放。承接古今新思路，创造梦想回河西，成就未来来金昌。今天这座中国聂都正在开创时代新传奇，世界级有色金属矿山资源独享，紫金云大数据中心沟通东西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前途无量，菜草畜高品质特色农业示范区呼之欲出。崭新的金昌正围绕两区两城两融合的发展思路，突出培育粉体材料、新能源材料、电池材料、数字产业以及煤化工、钛化工等产业集群，着力再造一个千亿新金川，让这颗丝路明珠更加璀璨。全国文明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、国家园林城市、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的金字招牌，气韵生动，万象更新。这座生态名城将给你幸福理想新生活。如今只要企业定得干，一切手续我们办，已经成为广大干部职工的行动自觉。新思路回河西，来金昌的激情梦想，正有500000聂都儿女倾力铸造。欢迎四海宾朋来金昌成就梦想。